有请主持人赵四。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的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来看看今天请到的几位老师是谁？他们是著名的情感作家陆琪陆老师，欢迎陆老师。著名节目主持人莎娜老师，欢迎莎娜老师。来自华谊家庭的高级副总裁曲伟老师，欢迎曲老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来吧，了解一下这位嘉宾朋友的基本情况，各位请看。交流的新方式，让我们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王先生38岁，来自广西待业；林女士28岁，来自广西销售。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怎么认识的呀？两位，我们俩是相亲认识的，去年11长假回家相亲。哦，之后我们就在家里面就确定了关系。10月的时候，他去东莞工作，我在广州这边做销售。哦。12月之后就经常会在一起嘛，一个星期过来一次见面啊、约会啊或者吃个饭，就等于说异地嘛。我就让他过来广州跟我一起工作。哦，我觉得他在东莞也是工厂里面工人，以后没有什么发展的，我想让他过来跟我一起。然后之后呢，他就辞职之后就过来跟我一起工作了。我就在食品公司里面销售，销售主管，就底下也有几个业务员。然后呢，他过来也是跟我一起跑业务。嗯，刚开始的时候挺好的，然后呢就一个月两个月，我们就每个月月绩嘛，他就一个月比一个月差。有一次我让他去跑一个单，本来我就谈的差不多了，我让他去，然后他回来之后他跟我说搞砸了，然后第二天就叫别的业务员去就做成了。我就觉得他工作上越来越怠慢了，就不想干的那种，就懒散又笨，就特别笨。其实我是不想过来的，是被他逼过来的。我在东莞那边做得好好的，然后当我不过来的话，他就要跟我分手。哦，以分手相逼，这您可没说啊。这个我当时就想，如果他在那边的话，他一个月2-3千工资，我在这边的话比他多一点，我就不想让他继续在那边没有发展嘛。这个后来这个销售做得怎么样了？后来他还是过来了，他过来之后就不积极。我吃。结果呢，这个单子没谈成，别人要谈成之后呢，之后他就跟我辞职呗。开会嘛，然后他就业绩特别差，在会上其实我就不愿意说他，越说他越不听，在会上我就给他面子嘛。然后回去之后我就在家里面跟他吵，吵的我小女生我就推他嘛，我就跟他就起冲突的那种。然后呢他就特别不服气的那种，就跟我说要辞职。辞职了之后呢，他就去一个发廊里面做洗头的，就跟人家洗头发。他觉得自己打得特别好看的那种。啊，怎么了呢？这个洗头跟长得好看有关系吗？其实他就是刚开始就是跟人家洗头发，然后回来之后跟我说这个小姐姐拿微信，那小姐姐头发特别好看，就跟我回来刺激我，跟我讲这些。我就是跟客户要了一些微信而已。什么客户？客户就是要微信吗？主持人你说他这样对吗？回来做什么加微信了，就客户，你觉得我会信吗？就是加了一个微信而已啊，大家在外面都有朋友啊。就他就嫌弃，就跟我们跑业务，就档口里面就老大爷老大妈的，就都不愿意，就出去就洗头发。他就说啊，什么小姐姐，而且他工资特别高，他跟我说一个月能拿5000，然后拿工资回来拿现金，就拿现金回来5000。我说不可能啊，刚开始不是去做学徒吗？一个月最多3000。到底有没有5000呢？他拿了5000块现金回来，然后我看他手机转账，他就是只有3000，人家就只给他3000。他这不是跟小男孩一样那种，就你38岁了，你还拿这种小伎俩来骗我吗？因为你老说我赚钱赚的少啊，每次都骂我，就说我蠢，就说我笨的。这个能骗吗？你
去跟谁借回来的？你借回来你不用还吗？到时候拿什么还呀？听明白，听明白，就是在工作上，你觉得这男人工作能力不是那么强，理解的对吗？就销售业绩不太好，就感觉。这听懂了。还有别的让您不满意的吗？就在生活吧。生活。生活其实他也挺不得劲儿的。挺不得劲儿的啊。有时候跟他逛街，他就走在街上看到小姐姐，他说哇那大长腿。就跟我说哇那头发特别长，好漂亮啊，就跟我说，那我一边说我在街上我也没办法跟他吵这些，我就特别生气，那你把我当什么？你一点都不尊重我，我就觉得他在外面逛街聊天啊，我看见帅哥也说啊，又不是单单说小姐姐。就是主持人，我就觉得他特别不靠谱，而且特别不尊重我。你觉得他好看吗？好看啊。这不行了吗？你不是叫什么劲？可是他在我面前他跟我说别人，那我不吃醋吗？这情商低点啊。这事情他看不出来我吃醋，我觉得他特别笨，就工作上生活上也是这样子啊，我觉得他特别笨，而且他在家里面也特别爱享受。有一天晚上我就发现他在厨房里面拿着一大箱零食，我平时我就管他钱，我把他钱是管着的，他一个月我要高兴给他100，又或者不高兴给他50，为什么要给他？对，一个月就给100啊？为什么给他那么多？给他那么多？这么多啊？180是吗？不算多吗？他一个月100啊？交通费就已经差不多了呀，交通费。不是我一个月就给100啊？他爱喝酒，爱加小姐姐微信，钱在他手底下还能有吗？就所以说我管他钱。就有一天晚上吧，我就看他在厨房里面拿着一大箱零食，那一大箱零食得值个200-300吧。然后呢，我就问他这钱怎么来的，你猜他怎么跟我讲的？我自己攒的。他就说他自己攒的。兄弟，一个月花100块钱还能攒下来钱？哎呀，你可以啊。他平时他就是这样，就是装的。我跟你说，他就是装的。特别能狡辩，不能给钱是从哪儿来的呢？就私房钱啊，我就觉得他就肯定藏钱了，我就在里面找啊，找不到啊。后来我就问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去借的还怎么的，我就查他手机，一看从我手机每个星期转几百块钱去他手机里面，就转账偷偷的转账，就那种。那也有我的钱呢、啊。你不用狡辩，都从我手机转账，还把我的聊天记录删除了。一个男人一个月100块钱够用吗？那我给你钱，你拿去哪里啊？一天到晚跟我说小姐姐，能放心吗？在手上。哎呀喂，就特别恶劣，就删除了聊天，就两个人可以好好说，对不对？其实我管他，我也不希望怎么管。你发现以后你怎么制裁他呢？就那天晚上我就特别生气，我就过去我就推他一下，我说你滚回老家去，然后让他回去。然后他第二天他就给我留了一张纸条，他说回东莞工厂里面打工去了。然后那。一起回广西生活那是不可能的哦。那你怎么打算未来呢？我在广州也7-8年了，我可以自己，我不爱回家里面跟父母一起生活。不是，你怎么打算嘛？
王先生，问一句啊，你当工人当了多？把结婚当成了救命稻草，我觉得林女士，你可能会有一天特别后悔自己做出这样一个决定，用结婚来挽回一段已经千疮百孔的感情。我不知道就是这个结婚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意义，你们把结婚这件事儿弄得特别的不美好，然后谁都想做对方的主但都做不了，但我们大面上看是女方主宰男方，但实际男生你主意非常的硬，而女生有的时候可能也就是不服气的这一点，我明明已经能够决定很多事情，为什么到这件事情上我就主宰不了呢？用打骂来催促他进步，这就是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我并不觉得你们之间有爱，你们已经是一种扭曲的状态了。女生对待男生的这种状态就是，你只要不听我的，不服管，我就非打即骂。你自己应该好好想一想，你对他好吗？就我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我最起码最基本的应该是我对他好，最基本的都没有。同样男生也一样，你对他好吗？听话就是对他好吗？不是，你根本不知道他真正想要什么，所以两个互相不懂，对对方都不好的人，然后还结婚了。冷静一下吧，双方都是。谢谢。好，谢谢珊珊老师。其实我感觉到的更多的是你们相处的方式就是一种扭曲的。女生，你对他其实根本就看不起，你把你所有对他的这种不屑全都通过笨蠢滚这种语言去发泄出来，他的伤害是非常大，种种极端的情绪，你又觉得自己好像又愧对于他，所以呢你把这个领证结婚看的是一种管理他的手段，我打你一巴掌是不是，哎，我再揉揉你，结婚吧，啊，领证嘛，但实则你根本就不想也不愿意让他作为你的丈夫，你只是在这种暴力管控的方式用一个条件让他过来而已，所以你根本就不愿意去他那儿去办婚礼，也可能在你潜意识当中或者在他的意识当中，真正的婚礼才能是我结婚的那种仪式感，所以现在看呢，你们根本就没有自己要结婚的感觉，种种的你们相处的方式就是一种扭曲的，
一个女性对于男性这种不尊重，同样她也对你不尊重。你不给我100块钱吗？行，我这边偷偷在转钱。你们就在这互相制约着，互相抵抗着。而真正两个夫妻的关系不可能是对抗，这只是占有，只是管理与被管理。认清现在的状态吧，就这样。好，谢谢曲总。消耗，一直在消耗。先踏踏实实的重新认识一下这个人，不以结婚为目的，认真的交往一下，因为这个目的对两个人来说都完成了。现在您把这个目的扔掉，再试着静下心来的交往一段时间，彼此了解一下对方，看身上有没有足够吸引你的或者有魅力的地方，叫重新发现一下对方，然后我们再考虑分开还是继续。因为我是觉得大概在他们整个交往的过程当中，双方的目的性都太强了。我为了娶你什么都可以做嘛，我要有一个婚姻，跑了之后我觉得我这个结婚对象没有了不可以，我要完成一种仪式化的东西。所以真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两个人发现要实在往日子里走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试着再过一过，把那个目的全扔掉的试一下，好好生活好吗？他想让他留在身边，要学会去爱他，而不是迁就他，委屈自己，听得懂吗？懂了。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60秒。来，请关门。从我的角度来说，我是真的希望他们再试一试，因为对于这两个人来说，其实都是没有完全长大，在思想和价值观上没有完全形成，也许沉一沉对他们来说不是坏事。我只是想拥有一段简单的恋爱，可你的眼里只有事业，把我们的恋爱都快谈成合伙经营制了。咱们都是从苦日子过来的，你能不能别活得那么理想主义？如果没有经济基础，我们何谈以后？我现在只看得到你给我的转账，却看不到你这个人。我真的不想到最后丢掉了对方。事业和爱情并不冲突，如果你愿意走出舒适圈，跟我们一起拼事业，我相信我们不会再有这么多矛盾。这是一个大命题啊，事业和爱情到底谁更重？来，掌声有请这一对。有请小孙25岁来自山东创业，小王24岁来自山东学生。来，有请两位。有请，欢迎两位哈。大学同学对吧？对对，谈了3年了。对对啊。在这个小片里面看到了一个大命题啊，好像在讨论事业和爱情的事儿，是吧？对对对，你们俩叫对是吧？这一对儿哈，来跟我们说说这个怎么会有这样的命题的想法的呢？
发生了什么事儿啊？就是，我就想要一份比较普通的恋爱嘛，两个人能在一起就行。但是他就特别偏重事业，特别想创业，然后也没有时间过来陪我。就是我俩的感情就是始于颜值，毁于三观吧，像是。这不懂啊，解释什么叫始于颜值？就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觉得挺好的，但后来觉得不是这个样子的。他在大学的时候，他就一直想去创业，做各种兼职，做各种中介，就一直也不好好读书。我没有不好好读书，因为我当时刚上大学，我给我定的一个目标呢，就是能够顺利毕业，拿到毕业证跟学位证就可以了。我给我的计划就是，我想去创业，然后想去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所以说，我就对我的要求就是能顺利毕业，然后不挂科就可以了。都实现了吗？都实现了。那也没毛病吧？个人的想法吗？啊。但是，他一直去创业，然后后来就开了一个店嘛。开了个店之后，后来就倒闭了。他就一直在怪我。但是倒闭的原因是什么呢？啊。我刚开始去前期我去经营的时候挺好的，后来确实忙，我忙不开了。我呢去负责前面去找一些客户呀，谈一些合作，然后就让他过来给我帮一下忙。然后他帮了几天就倒闭了。然后当时我就非常生气，我做的时候呢是挣钱的，然后他做的时候呢赔钱也没关系，但是给做倒闭了，当时我就很生气。他让我过来帮忙，他也不好好教我，然后倒闭了之后，他就把责任全都推到我身上。但我当时我跟你说过，我是跟他说过的，我说第一个呢，你就先负责好这个运营，因为当时呢就是提供的原材料，那个供应商，我让他看好别有问题就行了。第二个呢，你放一些时间在上面，他的时间永远是学习很重要。陪舍友很重要，在宿舍很重要，但是奶茶店呢，基本上都不大去哦，所以说很快就赔本，然后顾客越来越少，然后店就倒闭了。那我也是学生呀，我也要学习啊。那我想你分一些时间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奶茶店，它也很好呀，但是你不愿意把时间往这上面放呀。这个咱们不讨论这个经济问题啊，这个我也不太懂，反正就是倒闭了啊。那在之后我就上学嘛，就考研，他就去创业，那就我们两个人。聊的东西都不一样，就我聊上学的事儿，他聊创业的事儿，我聊的他不懂，他聊我不懂，我俩就感觉没话聊了。就商量一起去旅游嘛，两个人都做好了规划，当时我俩就特别兴奋，去云南旅游，就是把我们关系拉起来的。然后在去的前一天晚上，他就跟我说，他说去不了了，让自己一个人去吧。因为我那个朋友他是临时来找我，然后是这么个事儿，是有事儿，因为他当时呢找我去应酬。我们刚开始就开了一个公司的，然后前一天需要我就签合同谈合作，大约需要3到4天的时间。然后我是提前一天跟他去讲的，我说我可能真的去不了。那你是提前一天给我讲吗？那你是通知我呀？那我也没有办法呀，因为那个项目是我负责的，我得去呀。所以说我提前跟你商量一下，我说咱晚几天去不也行吗？那你根本就没有做好你的时间管理啊！你知道这几天都有事情，那你为什么还要让你的合作伙伴过来呀？那他来找我，我也没有办法，因为那个。本来就很紧急，那个项目需要我签字，需要我去聊，我去谈。那除了我，别人又不能代替，那我也没有办法，我就跟你去讲了嘛。就这样，我就特别生气嘛，我就自己一个人去了云南。自己去了？对，自己去了。他就说嘛，你自己去吧，然后回来我们再说。嗯。我去了，我特别生气嘛，因为。我当时就说了一句气话，那你这一去倒好，手机关机7天，那我给你打电话也找不到你。那你想找我，你总有10000种方法来找我呀。每次咱俩吵架，打电话你关机，微信拉黑，电话直接拉黑，然后就关机，我怎么找啊？然后找不好的话就聊。我们都有行程安排，你想找我，你总能来找到我，这都是你不要问问你自己的错误找借口行吗？我没有找借口呀，我感觉我当时跟你商量了，你又不听我的，你非要自己去，你去了之后我也很担心你，你这那么危险你还敢去？不是怎么危险？旅游一下怎么危险？他一个人去云南，一个人从徐州去云南是挺远的，你还得一个人，挺危险的。那你陪他去啊。我当时去不了呀，我也没有办法。就他自己的事情永远都比我们两个人的事情重要。找着没？找着了。找到不就完了吗？就觉得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挺委屈的嘛。本身就是想去促进两个人的关系才去旅游的，我们的关系都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就想去拉近一下我们关系，到闹成了这个地步嘛。嗯。他那种性格就让我特别受不了，就是他做什么事情，你看就刚刚的这个态度，他一点都不觉得他做错了。在生活当中做什么事情他都是对的，我都是错的，就是从不低头是吧？对，从来都不会低头，就是包括对朋友对同学。在上大学的时候就打球打游戏，打篮球快要输了立马就走了，你以为留下5个人在场上斗地主呢是吧？打麻将的是吧？然后打游戏一旦要输了立马就把游戏退了。他同学考研考上了请大家一起吃饭嘛，他立刻就不吃了。对，人家都不去，
我不是不去，因为当时我同学考研呢，他叫的朋友都是属于考上研的，我就觉得我去了之后呢，我们交流的东西他就不一样，我就觉得我没有去的必要。他们讨论的很多东西啊，跟我想的他根本就是不在一个方面上，所以说我就没有去，我就给推掉了。我觉得我也没有去的必要，你们都考上了挺好的，我特别恭喜你们。那我觉得是人都有长处嘛，你以后虽然方向不一样，但是你学学人家的长处，人家的好处不行吗？又不是说你以后未来总是身边一直都是创业的人。那我觉得我有我自己想去学的东西，我现在研究的东西呢，想去做的，它可以带给我想要的，就挺好的呀。是，我有我的规划。是。他不仅对朋友这个样子，你知道吗？他对我也是这个样子。就不管是我们吵架，你看刚刚，就包括刚刚在台上，他就一定要吵赢我，就我们冷战。一定要去，我先去服软，我啪啪跑到他跟前认个错，我错了，对不起。就算是我吵再狠，我离家出走了，他就觉得啊，你想清楚你就回来找我了。但是我觉得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去保护他。不，你听懂他说的意思是什么了吧？啊，听懂了。啥意思？他就是觉得我自己性格太固执。还有呢？最核心的是什么？我是女生，你要让着我，怎么回事啊？但是我是为了保护他呀。保护啥呀？人家离家出走，你说走吧，等你想清楚你就回来，这叫保护啊？还是挺喜欢的，是吧？其实也挺喜欢这个性格的，对吧？积极向上，总不是天天游手好闲，对吧？啊，现在怎么样啊？关系？现在就是他最近他的公司就赚了点小钱嘛，然后他就开始特别急功近利，就是觉得赚了点小钱就开始赚大钱。我觉得公司刚有一点起步，现在应该是趁热打铁去做起来，去做大。然后呢，我们俩以后我还要考虑结婚，然后我想再给他一个好的婚礼。我们两个人家庭条件都很一般，我就想我可能小时候没有享受到的，我想以后都去补偿给他。我愿意通过我的努力去给他一个好的婚礼，去买房买车，不需要他去跟着我一块去还房贷还车贷，我自己可以去实现的。所以你现在在干嘛呀？听了半天。现在我在创业，做的是销售，美容健康这一块。做的咋样？做的还行，挺好的。挺好的。公司慢慢开始起步了。就他觉得他做的挺可以的了，然后但是他的可以是牺牲了我呀。他每次我们俩都是什么呢？之前就是打电话，然后再到后来就是微信聊个天儿，再到后来就是每次咔咔把账转过来就行了。你拿着钱转账是什么意思？就是他就觉得他把钱放我这儿，就把心放我这儿了。那我都见不到他人，我要钱干啥呀？那问题提得好啊！但是我觉得我把我挣的所有的钱都给他，就是希望他能够去买一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然后我确实在外面我回不了家，有时候我吃住都需要在公司。然后因为当时也比较忙嘛，需要谈客户，需要去布置工作室，需要去把公司的很多合同去搞好，所以说我就愿意让他去相信我，让他放心，我愿意把我挣的所有的积蓄都给你。这听明白了，就证明我是忠心不二的，对吧？对。现在他就是这个状态，你一周能见他几面啊？见不了几面啊，一两面吧。就天天每天都说要回来陪你，回来陪你，但是每次都这样说，我一直在等，一直在等，感觉就像是就独守空房的那种感觉。你让一个女生说出这话，你看看啊。但是他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去云南的钱是我挣的，所有的都是我去。就他眼里现在就只有钱，他都不知道他要挣多少钱才算行。我觉得现在就已经可以了，生活要比普通人要好很多了。他现在一个月挣几位数啊？五位以上吧。可以啊，厉害啊。没有，老师，我是觉得其实自己应该多去努力啊。我们俩结婚的话，希望他有一个好的婚礼，不希望他朋友有的他没有，这些都是我的责任。就是我觉得生活就是两个人去过的，又不是给别人看的。那我现在还年轻呀，我可以去努力。也就是说，他现在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了创业上，没时间陪你，对吧？对。那你有没有觉得你也有点矫情啊？那你让他怎么办呢？他这么年轻嘛，他就得做点事儿。但是我觉得很多事情年轻才开始干，你要是像38岁、48岁了，家庭事业有成了，你想干的事情都干不了了，想去的远方也去不了了呀。不是38岁也没残废，怎么就去不了远方了呢？但是没有那个心境了呀。我就觉得这么年轻，38岁就没心境了。你对他的未来有规划吗？我很少跟他交流，但是我自己有规划。我想的是我先奋斗三年，奋斗三年，然后三年呢，基本上等我们生活都有了一个比较好的保障。他妈妈跟他奶奶身体不好，然后我想能够多去照顾照顾他们，然后让他妈妈跟他爸爸也放心，看到他能跟着我，不会再去吃苦受罪，然后也能给他爸爸妈妈一个好的生活，然后我们再去想着再去要孩子，这是我自己的一个规划，就是三年规划。开开心心的娶媳妇进门，是吧？对，挺好啊，这想法。
他的这个话在三年之前就已经说了，就等三年，再等三年，等到那你总得给我点时间呀。那我现在不是还年轻吗？你老是催我，那我能怎么办？那我现在这个事业不能说今天干了，明天就很快就起步了呀。所以他这个事业，就是跟对了人，就是他那几个创业合伙人，他就那你这样不是说就是在否定我吗？你从来没有去过我的公司，我也没有让你去参与过我的事业，你现在这么说不就觉得我是一个小跟班，或者是我就只是靠着别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合伙制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负责的项目，都有每个人负责的方面，那你这样说你又不了解，你这样太让我难受了。我并没有说去否定你，也没有说你能力不行，我只是想让你认清你的位置，你并没有那么重要。我重不重要我知道呀，那肯定不能你来说了。我知道你对我很重要，我能照顾好你就可以了，这样不行吗？我问问女生啊，我听那个男生刚才的这一段话里面其实充满了抱怨，你是对他的整个的事业不太认可吗？并没有不太认可。你刚才想说的说了半句，男生就开始发飙了哈。你那上半句是说他只是跟对了人是什么意思呀？就是他们之前是一个团队，然后他们团队的几个创始人就创造这么个项目嘛，然后他只是跟对了这几个创业合伙人，其实他并没有出很多的力气。那是你看到的表面，你从来没有去了解过呀。你这样说让我感觉心里边特别难受。不，你是原始创业人之一是吧？对呀，我们是一起，我从来没有让他去过。我就想让他认清自己的现在这个位置，他并没有在公司里特别特别重要，不是说每一场应酬他都要出去。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在的，我们基本都在那，那我不在那不好看呀。那每次都不在那儿，那我觉得总是这样不大好。有一些应酬其实他不在也能很好的去解决。我理解。我就想希望他现在去提升提升自己，不要像现在这个样子。而且他现在就是稍微有了点成绩就开始报复性消费，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我们去商店去买衣服，人家就对我们爱搭不理的，然后他就现在故意去那个店，一定要指着那个店员说你给我拿这个，你给我弄那个。那我衣服都是给你买的呀，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嘛，我们去商场去买衣服呢，服务员也不爱去搭理他。哎，我当时心里面就在暗暗的发誓，现在我给你买不起的，我以后一定给你买最好的。我们还来这个店，我就想证明一下我自己，我是可以的。就是你不觉得你这样太小气了吗？你这样去故意的去找人家找事儿。我只是去衣服给你买，不要总拿着我当借口，你就是一个小气的人。我就是现在就想让你听听自己怎么了。我觉得我现在可以跟我的朋友在一起，能提升我自己，挺好的。女生是不是觉得男生有点飘了？现在哈，对，行，但你希望他多学习一下，再提高提高，别太飘，是这意思吧？对，行，问问这个他管你吗？也管。他管你哪些方面呢？就是不允许我干这个，不允许我干那个。我都是为了他好，因为他被骗过好多次。刚开始上大学，一个高中同学找他去借钱，第一次借了，第二次又借，我说还了吗？没还，我说你别借他。后来又借了，借了之后就把他给删了。上了之后钱就要不回来了，我还打电话找了那个男生没找到。反正这种事情挺多的，我就想你听我的准没有错，我会保护你的，因为我的社会阅历比你多。他就觉得这样是是挺保护我的，但是我觉得，对，这叫给你所谓的交友建议，还管你什么呀？他现在就想让我跟他去创造财富嘛，就一起去挣钱，然后还想让我跟他分担家务，去帮他照顾他的父母，还想让我跟他去公司里去管理员工，还想让我在外面能够陪他去应酬。就要求我干各种各样的事情。他不仅要求我干这些，他还一直觉得我读研读的这个英语专业都是没有用的。所以他现在希望你不再上学了，而是参与到他的创业当中去，是这意思吗？我是这样计划的。因为英语它是一个工具类的学科，当然读研挺好的，但是我觉得他现在读研三年会错过很多的机会，包括我们俩的价值观也会越来越不一样。我觉得现在我们两个人能够在一起去奋斗现在的事业就可以，慢慢的以后都有了时间了，然后再可以继续去读研。而且我觉得我现在经常去应酬，我的身体越来越差，就是胃越来越疼，我希望能够替我去照顾照顾我的父母。就是他就希望我能够陪他去应酬，陪他去喝酒，然后我们俩在医院里守着一堆钱去输液。我没有这样想过。那你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啊？我肯定希望我们俩健健康康的，然后呢，健康也有，财富也有啊。所以男生是希望女生跟你像一个人一样，你们共同完成一件事儿，对吧？对，是这意思吧？女生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她就是想，她顾不了她父母，她顾不了公司，两个顾不起来，然后希望把我当成一个工具似的，当成一个钢铁侠似的，又能照顾父母，又能照顾家庭，又能兼收事业，还能一起应酬。所以你不太愿意哈？
那你自己想做什么呢？我就是想学习嘛，从内在提升自己。啊，他很鄙视我的理想，就我一直就是想去学英语嘛，啊，就一直想去当老师，但是他就觉得去学英语没有用。我觉得他以后去读现在他这个工具类的学科，还是去找工作。那如果说今天我们俩在一起的话，我们可能会比他现在这个提升的更高。他缺少很多的社会阅历，只是在学习，也没有去接触过这个社会。读书是一种学习啊，接触社会也算是一种学习啊。对，我，对吧？我觉得读书确实挺好的，但是这三年过后会发生很多的变化，而且他就算再读三年的研究生，也比不上一个外国人的一个英语水平。我觉得等以后我们事业越做越大，然后再继续去把你的兴趣去发扬起来，也可以。好，我问问女生啊，你要求他玩命挣钱了吗？没有，我没有觉得。我并没有说让他使劲的去挣钱，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挺好的了，就是有一些好的东西我们有可以，但是没有我们也照样过得去。就之前我们，所以在你心目当中，你想象的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你不要用什么平常人啊，不要用这种来形容，不要用形容词来形容，你来描述给我们听，你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越具体越好。就我想我们有一间比较好的房子。多大？不大，90来平方，100来平方就行了呀。好，比较不大啊，100多平的房子。还有呢？然后我们就安安稳稳的过正常人的安稳的标准和正常人的生活的标准是什么？咱把它弄清楚啊。就是正常花销就行，没有必要追求过于高的一些品质的一些生活。那你知道100多平的房子大概需要多少钱吗？不知道。希望一个什么样的女人陪着你走以后的生活和日子？我觉得他就挺好的。他怎么好了？当时我奶奶的身体不好去世了，在我当时最难的一个阶段是他陪着我，我特别喜欢他，而且我也希望我去改变也好，还是他去改变也好，我都希望我们能够去走一辈子。哦，哎，这男生有什么好啊？就是他对我特别照顾，就是事无巨细的都对我好。我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挺贵的，比如说像口红啊，挺贵的，我都觉得挺舍不得的。但是 他舍得给你花钱。对啊，而且他对我父母也挺好的，他知道我父母身体不好，每次都会买一些营养品。所以其实挺有意思的，吵归吵，你冷静下来把所有的条件放在一起分析，好像女生所描述的男生对她的好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来支撑的，对吧？对。看起来好像女生还不太愿意接受，那是因为已经接受了很多。我们可以看到男生也可以感受到压力，女生也会困惑说，我要的并不多呀，为什么你要那么玩命呢？你是在给我奋斗吗？还是在实现一个所谓的个人价值？所以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大量年轻人的很多冲突。我相信你们俩恋爱谈到现在都有点苦恼，那到底应该怎么办呢？我们听听老师们的分析，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问题他们自己都很清楚嘛，女生上来就说始于颜值毁于三观嘛，啊，这个颜值我大致理解成为是因为表面的一些原因两个人在一起了，表面的吸引啊，浅层的，但等到真正进入生活之后，你会发现两个人在价值观上面的冲突太深了。其实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你们在相互侵入对方的价值观。三观越有区别的人也可以在一起，不是说每个人三观必须完全契合，这个很难嘛。那你觉得你考研是对的，我也认同你考研是对的，你觉得你创业是对的，我也是创业的，我也认同你创业是对的，可以互相保留嘛。为什么你非要让他来认同你？为什么你必须要去改变他来认同你？没必要嘛。为什么你一定要让他去坚持啊？你就跟他说读书不重要，你就不要考研了，凭什么？就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成功了，自己身边需要一个服务于自己的人吗？不对。你看你啊，你说最多两句话，口头禅。第一句话叫照顾好你就行了，你现在所有的照顾就是给他转账，他需要的是这样的照顾吗？或者他真正现在缺失的是这种照顾吗？并不是，他需要你情感上的抚慰，你没有，这是第一个。第二句口头禅，我为他好，你为他的这个好他认同吗？他并不认同。你所有为他的那种好对于他来说都很难受，因为你在压迫他。其实他选择了他希望事业是重于感情的，你选择了你希望感情是重于事业的，只能说你们两个人的选择目前是不一样的，你们要找到某一个妥协的点而已嘛。
你们去找那个界限嘛。就你现在说你不来陪我，那你有告诉他你来陪我的这个量是什么吗？我们是不是需要有个量化呢？比如说每个礼拜我要一天作为家庭日，这样的量你有给他吗？这样的界限你有给他吗？划一条线给他，告诉他我需要的是七天里面的某一个24小时。我觉得这也不难吧，七天里面有一个二十。小孙、小狼，你们好啊！你的问题，小孙的问题，我觉得陆琪老师说的非常的到位了，我就不多说了。飘，怎么落地，自己想。我着重想说一下小王，我觉得在你身上，隐隐约约我有一些担忧。你的潜意识对生活是有要求的，而且对生活的这种要求不低。然后你现在每天抱怨说，我见不到你人，我见到的只是微信上的转账记录。那我想问一下，这些转账你收了吗？收了。收了。所以你不能一边享受着它带给你这种经济上的富足的生活，一边又抱怨着埋怨着你不陪我。你明白这个道理吗？就是其实你也是想要这些的，我想要过好日子，过好的生活，但是你想要的同时你要明白这些是什么换来的，所以他就会觉得累呀，他就会觉得你要的我都给你了，你还要什么？当然他有错，他错在哪儿？他错在他在忙的时候有很多细节是可以体现出他在乎你的，你要的其实是我能明确的知道我在你心里有多重要，对不对？我能明确的知道你有多在乎我，可是在他心里觉得是什么？我对你的在乎就是对你未来生活的规划，我对你的在乎就是我能买得起这90、100的房子娶你进家门。所以你如果两头拧巴的话，你又要这个又要那个，现在在他这个年龄阶段，在这个时候他做不出选择。他现在的事业在上升期，你要干什么？你要充实你的生活，你应该想想这个问题，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好吧，好，就说这么多，谢谢。好，谢谢尚大老师。来，曲总。男孩，膨胀了，你可以说是一定意义上是少年得志了，但是我们少年得志不能得意，得意不能忘形，甚至又就会忘本。没错，你是在创业，在事业上有所成就，但是你最怕的一件事是什么？告诉我，你最怕什么？怕失败。对，你怕失败，所以容不得任何可能会指责你会失败，或者说比你强的人存在。你把他们自动的屏蔽掉，他们不是不在，危险风险一直都在，但是你不能接受，这是你内心的不自信。对不对？你内心比所有的人都要紧张，说万一有一天我失败怎么办？不敢去想，以至于说我每一个选择都是必须正确，而且是就是正确，对不对？所以说在事业上你一定会摔跟头，而且可能为期不远了。所以你现在最需要做的是什么？静一静，自己到底是谁？你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先摆清楚自己的位置，自己是谁的时候，你再去认清周围的人是谁。他是你的爱人，你今后是想给他一切，并且想跟他结婚的，对不对？他的话你听不听啊？听。他的感受你需不需要去考虑啊？需要。但是现在你做了吗？没有。没有。
你只是在自己以自己目前顺风顺水的样子去对他指指点点，你这不对那不对，你不该去考研，你应该怎么怎么做，你只要帮助我去照顾老人，帮助我管理员工，然后维护我们的小家就好了。你忘形了，得意忘形了。爱情当中是平等，他是你们爱情当中必不可少的那个合伙人，而你把他当成什么了？下属、员工，千万不要把家庭和事业中间的角色混淆，不要把自己的那个所谓一时的成功，爱情当中凌驾于他之上。你需要冷静，女孩呢，你需要更加的独立。刚才莎拉老师已经说了，我们那些钱你收了，对不对？气上你就弱了，势上你也就矮了一头，对不对？如何让自己独立，并且让他看重你呢？就是你有你自己独立的经济生活价值观，你会作为他的一个伴侣，时刻点醒他，你有点膨胀哦，你飘了，你落地啊，对不对？如果你真正爱这个男人的话，就不要再说我的房子车都要他来，不是你们俩共同来组建你们的幸福，明白吗？明白。就这样，好，谢谢曲总。好的男人是成败都能受，好的女人是好日子坏日子都能过。你觉得你是好坏日子都能过的人？我觉得我是。你觉得你是？其实上台之后虽然一直在吵，但多少还算得上是平和，一个在指责，一个在解释，直到你的一句话把这个平衡打破，就是你所说的，在你们公司你没那么重要，就这句话打破了你们所有的谈话，他才突然之间暴怒了起来。他最在乎的是什么？他在乎的是别人眼里他是否成功。你太在乎别人的目光了。他是因为太生活在别人的目光里而忘记了自己奋斗的初衷是什么。你是太想过自己，凸显自己而忘记了别人的感受。有哪个女朋友会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指责自己的男朋友说你没有那么重要？说这样的话，你不觉得很刺伤他吗？你总说你不陪我，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他看不到你的价值。你的价值是什么？我整场下来我也没有听到你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作为要体现自己价值的女性来说，一方面不要伸手伸得那么理所当然，第二知道对方的底线是什么，尤其不要专门怼着对方的底线来。其实说句实在话，他内心更渴望得到的是你很优秀，但你在别人心目当中永远没有在我心目当中那么重要。你要传达的应该是这个，你要传达的不是说以否定你的方式说你不行，你没那么重要，只有我才愿意守着你，你不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的。还有一点，你别让男生不知道你到底想要什么，你必须要有你非常强烈的需求。如果你对他说我现在很需要你，但你不要让我习惯了没有你的生活，等到哪天我要是习惯了没有你，我不太需要你，也许我们就走到末路。那比你去指责他说你不重要，这些带有情绪的否定的话，要更让他感觉到你们之间爱的初衷到底是什么。如果你要让一个男人看出你的价值，你真的得要有自己的生活。你想考研究生你就去考，你想学英语你就去学。只有你真正的体现了你的价值的时候，你才能更好的爱别人，别人也才能更好的爱你，好吗？好，就这样吧。好，谢谢老师。谢谢涂老师。大家仔细想一想啊，爱这个东西不是索取，爱就是心甘情愿的付出，仅此而已。对方能不能感受得到，你要不要求感受得到，那是你自己内心的一杆秤就可以了。你看看这段恋爱谈的谁错，谁也没错，他是努力奋斗勤恳的劳动去换取财富，我们提倡这种价值观。他读书错了吗？也不错呀。这里面没有什么对错关系，
年轻人的特性反正都在这个地方呈现，唯一需要静下心来考虑的，不管男生还是女生，你的婚姻不是给别人看的，是要自己幸福。你的生活不是别人可以主宰的，能主宰生活的只有你自己。想清楚这些好吗？剩下的时间你们自己考虑。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亲爱的，对不起，我知道这些年以来是我做的特别不好，然后一直忙于事业，然后忽略了你。我希望刚刚老师们讲的我都记在了心里，往后的时间里我一定会多去照顾你，多跟你去交流。然后呢，你有什么建议都可以给我去讲，我也会放下我所谓的面子，希望你能给我一个机会。其实我觉得你也没有那么不好，我会去好好去提升自己的，争取能跟上你的脚步。好的，我一定会努力。请亮灯吧。谢谢两位，请回吧。谢谢你们。来，请关门。来，我们来看一看这对年轻的朋友自己的选择是什么，请看。来，有请我们的小花童，有请。爱快六年了，基本五年半都是异地恋。为了他，我现在来到他的城市发展，但是才过了两个多月，他又跟我提分手。我想挽留他，但是他态度很坚决，我该怎么办？有时候啊，异地恋它更多的是产生距离美，相守在一起可能还产生更多的矛盾。所以面对这样的一种状况，你们应该静下心来，理性的好好的谈一次。如果说有一些矛盾是无法化解的，我想我们好聚好散。我们的节目是由保湿护肤领先品牌耀保湿伊贝诗冠名播出的，伊贝诗纯净水，纯净保湿，实时水嫩。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可以关注伊贝诗的官方微信，或者到伊贝诗的线下销售网点进行报名。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02223606301，请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来电报名，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小心被骗。再一次的谢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